中華民國萬歲！係啦，至少都有啲咁嘅熱情先夠啊！我哋咁啊，我哋嘅典禮咧就即將開始噶啦。咁啊，我現在咧正式宣布，我哋香港各界團體慶祝中華民國開國108年雙十國慶紅流升旗典禮，現在開始。首先，我哋有請我哋大會主席李慧婷醫生陪同我哋主禮嘉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處長高永川先生、大會顧問張佐文先生、大會召集人淑娟。开始。